石天一家传的武艺中，除了大枪和民长拳以外，还有短棍。这样耍棍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到，不过我还真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高妙的技法。石老师，这个要用怎么用啊？来，我讲讲。比如说，我打过来了，晃动，棍大踏出去。啊，走过来，哥，往这走，踏，出来。哥，往这走，就哇，就这，跳往这里。啊，没事啊，不是，走过来，哇，踏，哇，往这走，哇，穿出去，扒开，走过去，出来走，哇，踏出去。哦，这招法真是头一次见到。对，这个就是看，踏，对吧？走上去，看。走上去，对，一声不声不为的往这走，对，展开着，就这样，啪就，扩子出去。那这些招法的话，没有固定的，没有，见机行事，对，见机行事，该怎么打怎么打，对。那他怎么还能从这个基本训练过渡到这种不应自如呢？刚才他们练的基本都是基本功法，对，那怎么才能做到像你这样运用自如？基本上他们都可以，差不多能做到吧。哦、嗯，但还需要过程。但这个对练你自己怎么办？啊，如果对练的话，练什么？没有，是没有，这个手里边都用着功了嘛，是吧？很巧了。反正要是他们之间练，有时候也有失手的时候。他们两个打，我也很想看看他们相互动手时应该是个什么状态。还会这么干净利落吗？那那个，我能不能看一下弟子之间这种对练的状态？这个不用真打，我就看看什么状态。你怎么样？打伤了。打伤了，轻一点啊。你怎么哪个路走的？对方是配合呢，还是没有进招？你这边，这边上一个。来，上一个。不打在这儿呢，哼，哼，这是还是刚一样的啊，一样的动作啊，一样的动作没事，就是对，你比我懒打。我平时对练就是这种状态，也是啊，对，这样对练。我看还是属于一个进攻，一个配合。不是，不是，他们俩是不是功夫还是有差距？我反正我看不太出来。我就觉得他早学了十来年呢，是吧？你比如说这个打我走过来，啪的一个啪，你给我这一打死，摔得到。其实我看这把都是用整劲儿嘛。啊，是整劲儿，是吧？这个在瞬间，把自己浑身的力量啊，集中到对方某一个点儿上。不是掌劲。你看这个点啊，我们俩啪给我这。你看，都是你看上下配合的，下边都是，你看，它都是一种矛盾，不会是他的，是吧？那这个身法和是怎么练出来的？身法这个一个大枪，这个绵掌的活比较多，是吧？哎，绵掌拳打出来什么样？我没见过，打一趟，打一趟。